我们要大胆的创新，做出一个不是雪崩的，让他们看看吧。我一直强调，做什么都不能丢了气势。哎，你说慢点儿，感觉怎么样？我们不和他合作，只要你主导研发，工程师人选，你来挑。谢谢你，我不考虑，我没兴趣。哎呦，我就奇怪了，医院全力的支持，给你最大的研发自由，去做一个跨时代的医疗器械。哎，我也奇怪了，你一个胸外的，主攻肺移植的，怎么对人工心脏那么感兴趣啊？那个，为广大患者谋取福利。那什么，院长过两年就退休了，他希望我做接班人，更进一步为患者服务，特别是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对医院来说是很重要的目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知道你是为你自己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广大的患者谋取福利，这不矛盾啊，我和患者的利益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人工心脏早就成熟了，为什么不进口？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价格高形不成市场。可是现在全国每年的心衰患者已经突破了千万大关，只要研发出用于临床的国产人工心脏，才能把价格降下来，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你搞研发根本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让我去那不是浪费我时间吗？还有你说那句话，千万患者的时间你找别人吧，啊，我不考虑。哎，你干什么呀？你松开，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让人家看你，快点松开啊！你去做吧。你抓着我干什么呀？松开！哎，院长。刚才我在行政楼看见唐佳瑜和刘副院长公然的拉拉扯扯的。唐主任的手术技术，咱都见识过了吧？人家的私事，咱不多嘴了啊。哎，但这两个不能混为一谈，技术是技术，人品是人品。没想到他是因为和刘副院长关系不清不楚才上位的，你就一点不生气啊？我气呀！一开始你们都生气，我也觉得可气，但是后来我冷静的想了想，你说气什么呢？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龙龙。我觉得吧啊，只要能够按时下班，按时发工资，龙龙，其他的事情咱别多管。是是是是，说的都对。所以为了我的身体，我以后也应该少跟你说话，因为跟你越说我越气。拿药去。你气什么呢？护士长，他来了，让大家准备吧。哎，小乔，今天换药不哭，就给你糖吃。哎，主任，您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刘副院长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刘副院长说，医务处临时检查，让唐主任务必去跟医务处长欧阳打个招呼。希望一，面带微笑；二，态度可亲；三，最好少说话。这个欧阳处长是谁啊？喂，今天医务处临检，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最好能提前去跟医务处处长欧阳认识一下。是刘凤副院长让你打给我的吧？不是啊，是我自己想告诉你的。哎，对了，你去的时候啊，态度好一点，也不用太好，就跟你平时那个态度正好相反就行了。哎，不，我可不是说笑啊。哎，我这有一电话，先挂了。怎么感觉？你们都挺怕这个欧阳处长的。检查强全的重要意义。心外病人术后需要在走廊多走动，这样有利于康复。病人走路时手可能会扶墙，扶过墙的手又很有可能会接触到伤口，所以不仅是强群，整个心外病区都应该保持干净和整洁。吴护士长还是和以前一样，让人放心。唐主任，你好，唐佳瑜。唐主任，在心外手的卫生很重要，
我刚才摸了很多东西，就不跟你握手了。我只是来打个招呼，再见。你等一下，处长，这几个病例有问题。住院号036，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79，入院大病例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21，手术同意书上级签字未精准到分钟。吴护士长，这几位病人的上级医生是谁？让他们来一下。都是重病组的病人。不好意思，欧阳处长，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我忘记签了，我马上去补签。按规定，一个月病例违规超过3次是要扣10%奖金的。扣吧，再见。还有。还有什么？听说唐主任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很高，可能不在乎这点奖金。但是作为中心的主任，我有必要提醒你，希望你今后可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为心外的人做一个表率，而不是充当反面典型。否则的话，难以服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薪水的算很高，而且一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很多。我是克梅德医疗中心薪水最高的外科医生之一。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几句。医院用那么高的薪水请我来，用我这双手是来手术的，不是签字的。可能欧阳处长文职做了太久，已经忘了一个医生的本质。你什么意思？主任，医师平台来电话，王雪成死亡供体了。是吗？供体在我们安和，那是不是给器官移植的协调员打电话就行？是，唐主任。欧阳处长，我来只是跟你打个招呼。你想扣钱还是处罚都随你的便，我还有正事要做。你慢慢查卫生，希望今后我们也不要遇见的比较好。再见。不是，主任。接通了。哎，你好，我是新外唐佳瑜，啊，对，器官移植，你办公室在几层？我去找你。你转身。唐主任，我们又见面了。唐医生，好久不见。唐医生，哎，又见面。你是不是这两年挺瘦了？当然，我一动就喘不上气，连女儿都抱不动。我给你看小虎的照片。长这么大了，两年前还是个小 baby。哎，孩子长大了，可我还是老样子。哎，别着急，做完心脏移植，你就可以抱动。这次真的能做移植手术吗？唐医生，在国外是你救了我。后来我们因为保险之下的事情回国，当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移植手术不能由你来做了。没想到兜兜转转你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心脏。不是我带的，是碰巧有跟你配型成功的供体，但是能不能做成手术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现在的情况非常好，供体就在安和医院，少了运输，减少变数。唐家，给你做检查。江百丽，你陪王雪纯做术前检查的时候要寸步不离。虽然她现在情况还不错，但是心衰依然很严重。她是我的老病人，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明白，唐主任。秦大中有话说。我能不能申请接病人去做检查？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有副主任职称。做2周都屈才了，怎么现在愿意做赔钱这种杂事儿？为患者服务不分贵贱，主要是我对这个病例比较感兴趣。那好吧，周楠，负责科里其他的病人。好，龙向东、江百烈，你们两个负责从捐献者那取供体，开胸之后确保心脏 OK， 给科里打电话。好的，唐主任。
那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了。走。哎，你跟我们唐主任在国外就认识啊？嗯，对，我遗传的扩张性心肌病，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他救了我。那他在国外怎么样？都什么情况？你指什么？工作。像克梅德那么有名的心脏中心，那儿的人都怎么看他呀？评价很高啊。两位好，我是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欧阳真宇。请问两位是袁蕊的父母吧？啊，我是袁蕊的爸爸。小蕊怎么样了？电话里头说，她遇到车祸了。因为两位在外省，所以电话里面不方便细说。很抱歉，经过医院多个科室会诊，你们的女儿袁蕊。张师傅啊，今天拜你所赐，我站了个特别讨厌的人。那不用问了，一定是欧阳真宇。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啊？他只是性格有点特殊。我跟你说，能在安和啊，让人又惊又怕，这人啊，肯定就是他。哎，我觉得你们俩性格挺像的，其实以后没准可以成为朋友的。你说什么？我跟他像？啊？哪儿像啊？他是个机器人。我跟你说啊，欧阳在安和十年了，他是从医务处最基层做起来的。他刚到医务处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讨厌吧？好像也是这样。啊？那他上级领导怎么能受得了他？院长，特别欣赏他。你看他平时工作认真、铁面无私，做事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从来不动摇，所以大家才这么敬佩他。哎，被你花成一朵花了。喂，说，进。家属为什么会拒绝捐献？坐。我问你，家属为什么拒绝？在国内，器官捐献不容易被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你说的真轻松啊。江百烈说，家主强调不允许协调员，也就是你进入病房。也就是说，你在协调签字的时候态度有问题，所以才给家属造成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么难得的供体就被你这样弄丢了。病人是人，捐献者也是人，请你不要一口一个供体。你是我见过最差的协调员。你什么态度啊？想一走了之吗？我搞砸的事情我来补救，我得盯着你一塌糊涂。你看什么？找电线。我不是机器人，我看你像充电。
你跟我进去可以，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本跟我谈条件吗？说吧。不要插话，你不招人喜欢，我不想因为你引起家属的反感。我不招人喜欢，我可以同意，但是你必须要说服他们同意捐献。这个我不能保证。袁爸爸，到现在，孩子他妈都不愿意进病房看看小蕊。你走吧，我们不会同意捐献的。您为什么说袁蕊一天都没有进过校？和你没关系。她没考上大学，是18岁那年离开家的，跟一个小混混跑了，不学好的东西。5年，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还偷偷跟他爸借了一大笔钱。这些也就算了。我去年你做了宫颈癌的手术，你的丈夫给袁蕊打电话，希望她能回去看看你，结果你们没有等到她。她回去了。这是跟她一起合租的那个女孩给我看到的她朋友圈的截图，她当时看到就截图了。下便是定位，取名是第一医院，应该就是你做手术的那个医院吧。他真的回去了？对，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听合租的女孩说，她是一个热情、善良、大大咧咧的女孩。袁蕊离开家不久，就和那个混混分手了。第二年，和她的朋友一起学了美甲，开了一家小店。跟你丈夫借钱是因为被人骗了1年的房租，不过后来的情况好转了。那就是他们的小店。我在点评网上搜到了这家店，很多客人都说小蕊是他们最喜欢的美甲师，还给了他很多5星的评价。还有这张照片，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我觉得她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女孩。跟她合作的女孩还说，她每个月都会存钱，说存够了就会还给她老爸，等还清了。成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日期是去年3月18号，你不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刚才不说？器官捐献必须家属心甘情愿，不能有一点道德的绑架和感情上的勉强。对于医生来说，捐献者是供体；对于接受移植的人来说，捐献者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但是对于捐献者的家属来说，他们可能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甚至是子女，是血和肉。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不是最糟糕的，我见过比你更糟糕的。喂，主任，袁蕊出现右心衰竭症状，不符合移植要求，被平台从供体名单里剔除了。主任。病人这么年轻，之前又没有心脏病，应该是骨折造成了栓子堵在肺里，我想应该是急性肺栓塞。给龙向东，你怎么不打了？你说呢？肺栓塞，心脏只会进一步恶化，再用药没用吧。龙向东，我不知道你这种态度是从哪儿来的，但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马上通知手术室开胸取栓，只要栓子取得快，右心衰竭也可以逆转。开胸取栓？主任报告。主任，是肺栓塞。嗯，知道了。愣着干嘛呀？快去呀！那没事，我来吧。嗯，是这样的，袁蕊出现右心衰竭，怀疑是肺栓塞造成的。为了能够保住心脏，我们必须尽快手术。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同意才能。就当为孩子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吧。谢谢，谢谢。只能等了，今天谢谢你。不用谢我，其实你也清楚，我之所以愿意接这台手术，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愿意接。我也是因为我们的私人关系，如果有人工心脏，像王雪神这样的心衰晚期患者，
就不会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边缘供体上。所以你现在觉得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还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抢回一个边缘供体只能救活一个病人，如果有人工心脏能拯救多少患者？这样的算术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能算吧？这个心脏能不能移植只能等，也许明天，也许要等很久，最终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所以不要给予太大的希望。唐医生，这颗心脏会没事的。不要过于乐观。不是乐观，是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有这个预感，心脏会没事的。我等你的好消息。唐医生，出来，怎么了？唐医生，雪纯他一直留着从克梅德出院的时候和你拍的合影。我女儿小萌问你是谁，她就会跟小萌说，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她才能继续陪小萌玩。不是要给您压力或别的，就是我女儿还在家里等妈妈呢。我们等这颗心脏等好久了。我明白。情况有变化吗？还没有。今天晚上我留下吧，我在这守着。不用了，我留下了。那也好，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嗯，辛苦。主任，其实今天你能做开胸取栓这个决定，我挺意外的。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明不说暗话，我就直说了。我之前看见你和刘副院长拉拉扯扯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清楚，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关系全院的人都看得见。其实对于这件事大家都挺介意的，毕竟靠关系上位他不光彩。不过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愿意去说，我还有重病组的所有人，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重新认识你。好，那我就解释一下。你说。四个字，关你啥事儿？喂，主任。范生，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OK。Yes。这次供体情况有点特殊，我亲自去取，顺便看一下心脏的情况，确保供体没问题，再推王雪纯去手术室。你现在跟龙湘东汇合，我在手术室等你。哎，好，主任。哦，对了，百丽。欧阳处长应该在特护病房，你去跟他说一声，重新把供体录入到移植平台，这样分配才符合要求。好的，主任。去吧。嗯。云瑞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两位和他告别一下吧。
宝宝，妈妈的小宝宝，再见了，宝宝，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医生，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宫体没有问题，嗯，马上给秦大忠打电话，让他现在推王雪纯到手术等待室，等我这边取出宫体，让他们再麻醉。好的，主任。处长，出大事了！刘院长，我有事情跟您汇报。可以了，准备接宫体。马上给秦大忠打电话，他们可以准备了。唐佳瑜，我是刘峰，我在休息室等你，马上过来。这颗供体心脏今天重新出现在系统里，重新分配给了一个配型相同的病人。这个病人昨天晚上才登记的。知道这件事后，欧阳和我马上和平台进行了沟通，把两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的所有数据都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得出结论，这个重新分配的病人病情危机程度更高，如果没有供体，生存期不超过三天，王雪纯的生存期至少在一年以上。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想拿走这颗心脏？不，新病人的主刀医生知道了这颗供体昨天出现过问题，他希望由你来主导完成这台移植手术，毕竟你是对供体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派车把病人送过来，十分钟以内就到。他们也是怕供体瑕疵影响移植存活率。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心脏是我病人的，我现在要给他做手术。唐佳瑜，如果有任何办法为王雪纯留住这颗供体，就没有刚才的对话。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平台的规定，按照病情的危急来分配供体，不然的话会对医院造成严重的信誉度危机。到时候受害的不只是王雪纯一个人，而是安和做移植的所有病人。这个轻重你掂量得清吧？刘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王雪纯就在手术等待室，你们让我怎么跟他说？我说昨天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想让他得到这颗心脏，现在反而让他失去移植的机会，是这样说吗？你们教教我。我不管，我管不了其他那些事儿，我只是个做手术的医生，我只能看见眼前的病人，别的跟我没有关系。现在王雪纯是我的病人，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他是无辜的。我只要对他负责，他信任我，我能辜负他吗？我知道这对王雪纯不公平，但是你想，
如果每一位医生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凭他冰冷冷的数据来挑选哪一位病人应该得到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是角膜，唐佳宇，你能想象这样的医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吗？我都听说了，移植手术总是最难的。以往的移植手术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来拯救另外一群病人，而今天你这台，说实话，如果换做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病重患者，虽然器械研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人工心脏的研发我愿意加入。
请问唐佳瑜医生在吗？哎，那个就是唐主任，您找他有事吗？您是病人家属吗？哎，那不是刘副院长的老婆吗？她怎么来了？心衰就是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的心功能下降，满足不了全身组织代谢的需要，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活动受限、体液潴留等症状。我国心衰病人有近900万，除了去医院治疗、按时服药外，心衰病人要避免感染、情绪波动、戒烟戒酒、清淡饮食，不能因为自己觉得病情好转就擅自停药或者